好，来继续来看彰化分行一间塑胶工厂，透早四点外天也未光，熊熊爆炸大火，这个火是烧到半天红，附近的住户拢和这个大爆炸惊精神，啊，这碰着的是真吃力。有五户的人家厝来掉水，上个严重的一户，这个天棚冷气机房间门窗放落来、上落来，这厝主即摆想到，还阁心惊胆吓。哇！彰化分行塑胶工厂大火连续发生爆炸。哇！看到的民众，看到拢惊一跳，这场火警火烧到真猛，甲工厂烧了了，而且阁发生几啊摆爆炸，加再无人员伤亡。不过产生真大震动，甲附近民家厝内底物件，有诶摇甲歪去，有诶倒去。这间厝上瓦近导火工厂而来的房间，那上炸着同款，冷气落来，天棚嘛破去，落来涂卡，房间的门嘛倒去，含铁架啊做火落来。幸好爸爸没有事。如处处心惊惊，工厂爆炸时，因全家配合四个人伫二楼咧困，伊含三岁后生，佮有先生困伫眠床，四个月大细汉后生困伫婴仔床。爆炸时，摇啊真大，互因全家配合精神，囡仔嘛惊着，先生佮差一刷，互落来门板撞着。以为是地震，然后结果去楼下看到隔壁失火了。另外一间厝嘛，因为爆炸，互规个塔门的玻璃拢碎去，规排拢破去。林先生的厝天棚红油甲落来，客厅的电火拢落来涂骹。爆炸时，伊嘛是规个人拢红，惊甲清醒。规群人吼，大大细细，紧变，叫是大地动哩，你敢知？佫足大，真足悬的。你有敢有记个款？好好的厝，因为隔壁的工厂大火爆炸，红油甲歹去，互人看甲心真痛。而且佮因有类似状况的，加起来都五户，全部拢是互爆炸影响。住户除了无奈，嘛拢翕相做记录，会向爆炸工厂业者要求赔偿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